阿丽呀，你这是开玩笑吗？开玩笑，谁跟你开玩笑？阿丽呀，你把我的休假全都给缴了，我还能跟你去哪儿呢？我也可以这么怪你，可我没怪。怎么又是我的错？既然你感到委屈，我们离婚好了。阿丽呀，干嘛这么激动呢？我没说你什么呀。瓦林丁，你好，是你呀，你好，你好，要把我勒死了。哟，这是谁呀？啊？ 你叫什么名字啊？贾丽克。阿丽克，你好。你好，认识一下，我的老朋友，过去一起飞过。哎，阿丽呀，非常高兴。伊果，哦，长得多结实啊！<笑>你怎么还这样？怎么了？你又要跟我唠叨了？哼，这个人，这有什么？来莫斯科干嘛？调动了？没有，还在俄罗斯飞。我说安德烈还生我气吗？ 啊，可不是，开头是大骂，现在不了，也不提了，只说你是逃兵，代我问他好。那当然还代表你的夫人。<笑>我们来莫斯科看看，还去列宁格勒。伙计，坐我车兜兜风吧。啊，谢谢。不了，不行，票和行李还得办手续。哦，是吗？那算了。伙计，那我走了，祝你们健康。再见。再见。 还是一块儿去吧。不了，那再见了。我们在128机组待过，是个好小伙子。看得出是个优等公狗。那时候机长是安德烈·瓦西列维奇，也是个出色的人。嗯哼。怎么样？一切正常。我问了20年，你都这么回答。 事实上是一切正常，还不满意吗？满意。还是谈谈我不在的时候，你们好吗？一切正常。嗯。野哥来过电话，问你哪天回来。嗯哼。还有老战士委员会。娜达莎好吗？娜达莎，有个小姑娘来我这儿做检查。怎么了？她的心脏在右边。嗯。是娜达莎。哦。 你好，你好。你上哪儿？我提前拿到2个学分了，语言学和语音学。怎么想出嫁了？还不想。几天不见不待会儿。我要去学习，午饭别等我，你们先吃吧。你要是去哪儿的话，可别忘了跟你妈妈说一下。那当然，要是打电话方便的话。姑。姑。 够了，别再写鸟叫了，这哪像俄语？你这样要把孩子给毁了。练练有什么不好？你总要人听你的，每次都是你找茬。哦呵呵，又来了，真叫人腻味。当着孩子面别这样，这一切我都受够了。阿丽呀，你别不耐心，只要关心他，口吃能改过来的。我们俩到底谁是教员？是你还是我？当然是你，是你，亲爱的。
是诊什么？医生来过了？那很好，我是刚刚到家，叔叔好吗？莎莎好吗？哦，请告诉莎莎，她要的东西带来了，她知道的。你看，怎么样？嗯，真了不起。这都是我自己搞的。干嘛放在天花板上？把脖子都看折了。我都是躺着看，这样看舒服。德烈，嗯，娜塔莎她没说什么。没说什么，怎么了？你听了可别发火，她怀孕了。哼哼。等等等等，这事儿怎么可能呢？今天我还问她想不想出嫁，她说还不想。回答得挺轻松愉快的。那男的是谁？科斯加说来过我们家，你还记得吗？听着，拿着书出去。你留下，听听对你会有好处。你怎么了？你这个混蛋！娜大傻怀孕了，可你倒跳得欢，又勾引一个傻瓜。什么娜大傻？他姓什么？你叫科斯加？不是，我是科斯加。是他？是你？对。她是我姐姐。啊，反正不能就这样算了，快点结婚，要不饶不了你。安德烈·瓦西里耶维奇，我是很愿意，可是他不肯。有什么好解释的？干嘛低三下四？他配不上你。别说了。我求求你，求求您了！我打过电话，还拍过两次电报，可是他还是不理我。也许您作为父亲能劝劝他，说服他。别那么没出息！我不要再解释了。站在上帝面上，我求求您了。而且，为什么呢？你能和我好好谈谈吗？他到底怎么样？爸爸，你别费神了，他没有个性，懂吗？我、你和妈妈都不需要他，你就别操心了。反正我不嫁给他。哦，看看你的个性吧，怀孩子有个性，跟别人那样结婚就没个性。可你把自己的生活给毁了，明白吗？爸，你明白，可你一点都不理解。一辈子就知道别着凉多穿点儿，别在水塘边乱跑，别喝生水，别生孩子。我就要生，用不着为我操心。想想你自己吧，爸，你一直在飞，要是给撤下来，你在地面干嘛呢？就照看小外孙吧。娜塔莎，就照看小外孙吧。啊，外公。安德烈，哦，彼得罗维奇，哎呀，真是太好了！瞧，在这儿见到你。你好，你好。怎么了？
这是我朋友，优秀的飞行员安德烈。他妈了。他妈了，你怎么杵在那儿不动啊？是我孙女，我的女皇。哎，坐，坐，安德烈，坐。你看多漂亮的姑娘，想去当演员可没当成，考试没通过。傻丫头现在认为她的一切都完了。出嫁了？没有。啊，独身母亲。你说什么？啊，我不过随便说说。听我说，安德烈，她可是个非常懂事的姑娘。去年当了民航机服务员，你能不能帮我个忙，让她到你手下去干吧？没问题，彼得罗维奇，当然可以。你知道她能用英语对话，还能唱英文歌呢。唱歌我们不需要，不过能用英语对话吗？哎，姑娘，你英语说得很好吗？不，说得不太好，只是我口译还可以。啊？嗯。当民航服务员还喜欢吗？不。春天，春天，我是120，我正在洪水区上空观察，没有发现灾民。120，马上返航。春天，我明白了。休假的时候，我带他去了莫斯科，想找大夫看看，可来不及。口吃得很厉害吗？厉害，可他很机灵。他想了个主意，说完整的句子有困难，他就分开说，说我想吃好的，他就说我想吃，吃好的就表达清楚了，真有意思。可我妻子反而冲着他嚷嚷，要求他连起来说，这样他更口吃了。你的阿丽亚爱挖苦人？不，他只是容易激动。人都会有激动的时候，可我们不伤人。春天，我是120，观察结束，被洪水围困的人已经全部撤离。爸爸。哦，我的好孩子。哎呀，来，哦，我们飞喽！哎，五，啊，你好，你好，午饭我都热过三次了，你去哪儿了？工作耽搁了。你就不能先打个电话？有事儿耽搁，总该打个电话呀！急得我坐也不是，站也不是。现在你自己去厨房热了吃吧。我也有工作。阿丽呀，别发疯了，搞得大家不痛快。这样的男人不错了。另外找一个，你就一定会满意了。能跟这种人过吗？不行，别的女人行，我受不了。忍着点吧。我就该这样，只能忍耐，忍了5年我们请求着陆。可以着陆，距离60，航向214，航向214。谢谢他妈了。谢谢。喂，爸爸你好。爸，医生给沈先看过吗？啊，他怎么说？能不动手术吗？爸拖过人了，还得去个电话。啊，那个当然能搞到，没问题。亲爱的，怎么样？好啊。啊，听我说，我有事找你，拿着笔记一下。买米列锦。米哈烟、尼格拉、叶夫申科、德米特利，还有我都要。米列进，
这是印度产的药，你哪天飞印度？放心，我会修好的，没问题。那么星期三我们碰头。好吧，再见。都要喝咖啡吗？对。连皮吃，果皮维生素多。哦，我不想吃了，妈妈。你去躺会儿吧，娜大傻。吃点维生素 C。好吧，妈妈。你盖上点儿。嗯。嘀嘀咕咕的，哪像个当妈的？都是娜大傻不对，你也太放纵她了。让她去。我能不管吗？她怀孕了。你这个当父亲的也该。哼，她怀孕了，怀孕了，在您眼里她都好。我是幺二零，肥料和拖拉机履带已经运到农场，还要运什么吗？幺二零，回家吧，干得够多了。啊！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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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房租你付了吗？付过了，也付过了。嗯。阿丽克，阿丽克，孩子你过来，来亲亲妈妈。阿丽克，你听见没有？嗯。哎。飞喽！妈，给他剪剪头发。嗯，这会儿？那什么时候？等长了虱子再剪。阿力克，过来，坐下。阿力克，过来，你听见没有？你听见没有？叫你过来。你是怎么了？干嘛拿孩子出气？儿子，儿子，你别哭，别哭啊！我给你带辆好东西，我去拿。瞧。哦。不是老鼠，是大水鼠，繁殖场的人送我的。你怎么把老鼠放在桌上？快点拿走。是啊，瓦连井，别放在桌上。
妈妈，你看看，我在为孩子忙活，他就把大老鼠塞到我鼻子底下，故意来气我，搅得我不得安宁，天天如此。你到底还有完没完？这过的什么日子？怎么你不满意啊？那你走，不满意你就走，我不会哭的。干脆我们离婚，我受够了。Angelina, як нас йому причина? Ні врачі, ні даже Бог. Алія! Зліть мене б не мог, Анжеліна. Алія! О, Анжеліна, ти як нас йому причина? Ні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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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ні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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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Ні,要这样，我是个大学生，过两年会放我走的。哪儿也不用去，我来你这儿。不，你疯了。你爱我，我也爱你，我们会过得很好的。我调到小机组来工作，不能总飞128。嗯，吃点吗？今天的鱼不错。阿丽亚，你说的对，我们分手吧。你怎么了？就为那个大老鼠？干嘛提这个？你知道，有的男人一旦结了婚，就一直过到死，愿上帝祝福他们；而有些人，他们从来不结婚，哪怕……宰了他！我就是这样的。我不撒谎，我恋爱过，不止一次，可都很严肃，非常严肃。可我从不许下诺言。建立家庭对我不合适，别人可以，我不行。我从不随便许诺，也从不欺骗人。我就喜欢你这一点。你的独立自主，你的现代化。请你等一等。喂。你好。没什么，很好。不行。我马上要出差啊。要去很久。对，要半年。好吧好吧。再见。干嘛说半年？你跟我就只好半年。你可真怪，你说我该怎么对着同志说呢？说我要出差一辈子吗？哎，怎么了？啊，吃醋了？啊，我才不，永远不。那些思想有缺陷的才吃醋，我是健全的。得了，听我说，听着，这可是个严肃的话题。你看看，干嘛要这样？我们国家妇女和男子都有同等的权利，不是吗？对吗？那就使用吧，你干嘛不去使用自己的权利呢？可你和所有妇女都有一种奇怪的自私的愿望，想出嫁，这是为什么？为什么呢？真不明白。干嘛这样看着我？我说的不对？当然对。哦，当然对。对。当然对。对。据我所知，公元前有这样一些人，原始人，男人追赶大象，女人坐在篝火边等着男人。女的知道，没有男的就没有大象，就没吃的。事实如此。这能理解，为了活下去吗？女人为了生存就得依附某个男人，这很自然。可现在呢？现在有的女人成了科学博士，工资那么高，她比任何男人都富裕，因为不喝酒。可她偏偏要死乞白赖地抓住一个什么人，
随便什么样的。只要是男人，有男人才会有家庭啊，我真不懂。哼，我没胡说。胡说就算胡说。那边出了什么事？恐怖分子劫持了一架飞机，是到这儿来加油的。二，最新消息，恐怖分子同意释放一名妇女，是日本人，叫土佐久美。不过飞机上还有67个人，其中有14名妇女。他们想干嘛？现在还不清楚。我想总是要钱，或是释放什么人。二，他们要求释放4个被捕的同伙。她丈夫也在飞机上，建筑师土佐真理实。日本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在那儿等她。原来她是把孩子交给她的同胞了，她把孩子交给他们了，自己又回到飞机上去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她丈夫在那儿。A truly fantastic demonstration of self-control. Mama. One look back over her shoulder for her baby. 她非常镇静，令人钦佩。她只回过一次头看自己的孩子。Walking back toward the plane, up the ladder, towards her captors, and she disappears inside.见鬼！你好，下面那辆救护车，该不是我们家叫的吧？我想不会吧。我们叫的，那达莎她病了。怎么搞的？妊娠中毒，呕吐，她难受极了，又要吐。受不了了，受不了了，妈妈，我同意去医院，马上去行吗？行了行了，会好的。爸爸回来了。嗯。那大傻，你想要孩子吗？嗯。我是想保住孩子，妈妈她都知道的。我忍呐、啊，忍呐、啊，忍呐、啊，可是忍耐总得有个限度，我受不了了。哎，你呀，总是我行我素，不听我的话。现在你还是这样，不过要记住，嗯、一个人不能违背自己的意愿，要是退让，要是惧怕，或者屈服于某种压力的话。那今后会感到羞愧的。唉，事情已经这样了，要忍耐，只要能越过这个限度，就会好受些。人是那么结实的机器呀、啊、
什么都经受得住，要忍耐。我以为我受不了，你会高兴的。现在审理列拉科夫瓦列金·格尔杰耶维奇对列拉科娃亚·阿列杰夫娜·菲尔多洛夫娜强占孩子的诉讼。书记员，报告出庭情况。原告已到，被告已到，证人米莎科娃已到，教育处代表已到。孩子来干嘛？请你们把他带走。被告，你有说的吗？我有。对他请律师，我有意见。我没找律师，让他也别找。被告，根据法律，你没有权利向对方律师提出异议。你也可以聘请律师。不用，我自己能行。我是母亲，谁也别想抢走我的孩子。阿丽克，阿丽克，这儿不能闹。要喝水吗？对，当然，我知道。没有父亲，对孩子很不好。可没有母亲，我认为更糟。再说，我不知道瓦连廷怎么带孩子，他要飞行，还常常有事耽搁，这事那事的。他哪有时间照顾孩子？他总是很忙。那你呢？难道不工作？我也工作。可我有个退休的母亲，她身体很好。你知道，瓦连廷也有个退休的母亲，还有个没出嫁的姐姐，这点你很清楚。对不起，他们对阿里克是陌生人。孩子是我妈妈从小带大的。你妈妈带大的？那么请问你操过多少心呢？你别挑我的刺儿，你好好看看他是个什么人吧。他是个好人。鉴定书上这么写着：受到同志们的尊重，品德高尚，关心孩子。哼，太有意思了，我可是头一回听说。请你们听我说说，我能告诉你们他是个什么样的人，告诉你们他又是什么样的父亲，他怎么个品德高尚。他经常三天两头不在家过夜，他哪像个父亲？他是个很坏的父亲，他根本没有好好教育过孩子，也不可能教育好孩子。可我是个小学教师，他是个什么人？他一回家就骂孩子，还打那么小的孩子。就因为这样，阿里克口吃了，简直莫名其妙。我真不明白怎么能让这种人待在鸡族里。还有，他经常醉醺醺的去上班，去开飞机，他会把飞机把人全都会毁的。像这种人怎么能把孩子交给他呢？阿丽亚说的完全对，事情就是像他说的那样。你怎么知道他刚才说了些什么呢？要知道他是不会瞎说的，事情我都清楚，都是我亲眼所见的。不能让孩子离开他的母亲。米萨科娃，你说亲眼所见是亲眼所见吗？请问你看见打孩子了？打了？打孩子？怎么会打呢？对了，有时候阿丽亚用指头弹弹孩子后脑勺，是喜欢他呀。明白了，明白了。还有个问题，你是不是看到你这位女婿喝醉过酒？我没见过。是不是这样？他喝过，但没有喝醉。他不喝酒，要说喝，过节才喝上几口，这不能算喝。有些事儿我都搞糊涂了，你们问问阿丽亚吧，她知道得更清楚。谢谢你了，我没问题了。请起立，现在宣判。遵照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苏埃地区人民法院。你提的理由是不错的，的确像你们这种情况，法律规定
父母双方都有同等的权利。可你，一个飞行员，带得了孩子吗？要是再结婚，你能不能保证未来的妻子会带好这个孩子？那边毕竟是外婆和妈妈。当然了，他很不像话，他不应该不让你和儿子见面。真是没有想到，你是从哪来的？东哈萨克斯坦。哦，在那儿还是开小飞机。我现在补假，顺便来了，想来看看孩子，你看行吗？他在幼儿园6点钟才回来。干嘛去幼儿园？阿丽亚，能出来一下吗？我这会儿头疼。你们怎么不照看阿里克？他口吃，不能上幼儿园，去那儿不合适。是不如跟你在一起好。你让他上哪儿，又不能待在家里。你走了，我妈就病了。好吧，既然来了，就见一面吧。只能给你半小时，并且要当着我的面。为什么半小时？还要当着你的面？我又不是到监狱里探望小囚犯。哼，我怕你唆使他反对我们。唱，大家一起唱，一起唱啊！来，来来来，来。阿里克，快走啊，快一点，快。儿子，我的好儿子。为什么要抓他？是家庭纠纷吧？我看自己解决吧。是吗，瓦列金同志？从明斯克起飞的2014的航班已经着陆，请注意，从明斯克起飞的2014像个小兔子，不忍心叫醒他。你饿吗？不知道，我吃过一点。尊敬的旅客们，请注意，在候机室，在停机场。为什么要叫民警？在
干嘛又跟我演戏？想故意伤我的心？你为什么要折磨我呢？我怎么了？难道你现在还不清楚吗？我不爱你，从来没爱过你。这不是真话。那些夜晚，我们散步、亲吻，说个没完。亲吻吗？你认为那是爱情吗？那时候我太愚蠢了。你来了，一个飞行员愿意为我放弃一切，放弃莫斯科，又发狂一样的爱我。我是可怜你，不得已才那样的。你真是太不幸了。既然你以前心眼那么好，怎么就不能理解我，折磨了我五年？知道我牺牲了什么？那时候我飞行的天地有多么大。现在我一看见远航机，我心里就难受极了。要知道我是个高级飞行员，我多么想飞1262。哼，当然了。你心眼好，我心眼坏。你受气，我折磨你。可你撇下我跟孩子，这也能算你好？现在我该怎么办？算了，阿里克，阿里克，你醒醒，你醒醒，跟妈妈回家吧。你从哪来？当然是从列宁格勒了。你好像不太欢迎我。啊，干嘛不欢迎啊？欢迎。那得有个欢迎的样儿。替我拿箱子。心里没有我，一年一张明信片儿，把我撂在一边儿，嗯，我这儿就没通知你，3小时后开车，我不能不来看看你，我就想趁换车空档去看看他吧。你不会误了车吧？有3个钟头呢，听着，你大概有什么事儿吧？有人要来你这儿。不，也许有，也许没有，可能有。是这样，在我的生活当中，有了一些变化。有了心爱的人了。是什么有了？有了蟑螂。有了心爱的，怎么说呢？是这样的，是的。哎呀，你怎么了？干嘛这样？好了，别哭了，请原谅我。好了，别这样，安静点。来，看着我，听着。你可真傻呀，怎么像个孩子？诺娜，你想喝点咖啡吗？那你愿意我
待会儿、当然愿意，当然。不过诺娜，我们说定了，喝完咖啡你就去车站。好，要是有电话你不要去接啊。怎么了？啊？怎么回事？穿我的鞋，哼，对不起，我穿的太大了。伊戈，我走了。走吧，你干得真漂亮。哼，再见。你等你别碰我，他妈了，别碰我，你听我说，我马上向你解释清楚。算了，没什么好解释的，你让我走。他妈了，你听我说，这是误会，让我走，这完全是误会，你放开我。他妈了，他妈了，我求求你了，他妈了，放开我。他妈了，他妈了，我跟你以前说好的呀，他妈了，他妈了，他妈了，你等等，他妈了，他妈了，我跟你以前说好的呀，你放开我，完全独立自主，放开我，没有任何义务啊，你记得吗？啊，是你自己说的。你自己说的，我是个，我是个现代妇女，我能理解，我也那么想的，是你自己说的吧？说过，因为你爱听，所以我就说了，为了让你满意。说，你有多少女的？你真的不知道，所有的女人想的都一样，都想嫁个男人，都想有孩子，能一辈子跟个男人一起生活，你懂吗？去你的现代化，我不需要你的什么现代化，去你的独立自主，我不需要他。我从没打算背叛你，知道吗？你怎么了？完全是偶然的，来了个老朋友，听听唱片。你就歇斯底里大吵大闹，像个大娘们。歇斯底里，因为我实在太爱你了，可是你的心里有我没我你都无所谓。告诉你吧，现在我非常高兴，我跟你的关系真是太密切了，想甩都甩不掉，可现在我太高兴了。对，我高兴的都没法说。再见了。
你们请来点咖啡。这么爱喝咖啡啊？快要体检了，不为心脏担心？是啊，上了年纪是得担心。那也不见得，要有什么毛病反正撤下来。是啊，以前总担心体检，现在不了，是到改行的时候了。哦，以前没听你们这么说。一二八十六一般用不着领航员，真没想到。领航员同志，我真不明白，你打算飞一百年呢？可我想飞个20年就够了。得了，别开玩笑了，飞不到100年，谢谢，就开追悼会了。要全面体检了啊！行了行了，我的好老伴儿都全了，明天我就住到医院里去做年度体检。我知道你每年都是这样。是啊，年年如此嘛，又不是坐牢，用不着带吃的，躺个个把月有什么好着急的。是啊是啊，你不着急，说真的也不用着急，你很健壮，我是个医生嘛。哈哈我就像白兰地一样越沉越香。瞧吧，何哥，谢谢，太谢谢了。何哥，很感谢，再见。怎么样，教授同志，还不该取下马掌吧？什么？一匹马干了一辈子，当他老了进屠宰场，得先把他的马掌取下来，不然会浪费了。啊，不，还不至于那样。飞吧。安德烈，这是怎么搞的？什么事儿？我停飞了。嗯，怎么回事？就这么飞到头了？我比你要小8岁呢。你让我说什么呢，米莎？普希金说过，今天是你，明天是我。想开一点，干地勤也一样。再说还是在一个机组，哼，职务嘛，会给你安排。去喝一点吧，走吧走吧走吧，一切都会过去的。喂，哦，是你。不，马马虎虎，没干什么。我马上要出差去。多久？一辈子。他骂了，他骂了，他骂了。他妈了！哎呀，想见鬼！他妈了，他妈了！晚上我给你打电话，再见。等等，你别跑，让我走。听我说，我们找个地方谈谈好吗？和你没什么好谈的，有人等我。那随你便，要不在这儿谈也行。听我说，你太任性了。我离不开你，你更离不开我，这我清楚。我吗？我才不会呢，我挺好。要不你会跟着我跑吗？我要是哭了，我要是受不了半夜里给你打电话，那你就不会这样了。我敢肯定你一定哭过，也想过要打电话。你呀、啊、真是个演员，为了折磨我你在演戏。我说的对吗？你根据什么？这个嘛，生活经验。生活经验。好了，等等等等等等，请你等一等。你真是个小傻瓜，让我给你提个建议。什么建议？我还会有什么建议呢？我建议你嫁给我。
你不会笑话我吧？你听着，我也想给你提个建议，离我远点儿，别这样老是盯着我，懂吗？120120，你有新的任务，你去参加宇宙航行员搜索小组，你的搜索区是第八空域。他们没说具体干什么。去接宇航员。我明白了。我看见宇航员了，我马上降落。飞行员尼罗科夫·瓦连金·高尔杰维奇迎接宇航员。安德烈同志，瓦连金上了资产阶级报纸了。真可惜啊，他不该离开我们。为了爱情。为爱情，可没有得到。他呀不走运，一场家庭悲剧。你怎么知道？瓦连金给我来信了。碰上个坏女人有什么办法？把瓦连金给弄得够惨的。是这样吗？哼，那女的不让他见孩子，天天造他的谣，还给部长写信。嗯，安德烈同志，你威信高，你跟上面说说，也许能帮他个忙。嗯，得了，走吧，辩护师。安娜托里，瓦连金，艾丽，给弄点吃的，请吧，请，请坐。啊，啊，啊，把外套脱了，跟家里一样。哎，是个好当家，很能干。嗯，脾气也好。是啊，是啊。哦，不了，我不饿，少吃一点。不了，真不饿。那喝一小杯。那好，一小杯。你叫我无法理解，怎么把这么好的女人给放了？你真傻。你那个阿丽可真是不错，叫我爸爸，你知道吗？他现在口吃好多了，找大夫看过了。嗯啊，瓦连金，你想和艾丽克单独待一会儿吧？那我和他妈妈去看电影，你们留下吧。我们去散散步好吗，阿里克？散步，阿里克，记得吗？散步，我们去散步。哦。
散步散步哦。我们上公园骑木马好吗，叔叔？你叫我叔叔，我是你爸爸，你把我忘了？我没忘，阿托里是爸爸，小孩不能有两个爸爸。那我是你什么人？你不是爸爸，是叔叔。是妈妈对你说的？是妈妈。够了吗？挺高兴吧，阿力克，过来。你累了吧？不累。能跟我说说你的情况吗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我现在在莫斯科。嗯。经过新的训练，很快就要飞图幺五四了。明白了，这么说你很顺利。那你个人生活呢？有人了吗？没有。要是从头开始像以前那样，你我阿里克，你会愿意吗？我愿意。可我不。你知道，我现在懂得了什么是生活。我睡着了是幸福的，醒了也幸福。我刚才这么问你，是想试探一下，你是不是还那样？我还是那样，你也还是那样。好，祝你幸福。走吧，爸爸等着呢。叔叔，我爱你，阿力克，走吧。尼古尔，啊，是安德烈同志。你和塔玛拉有过来往，所以我要和你好好谈谈。这种事你也过问？有人伤心就得过问啊，有人毁了别人生活谁都得过问。说得对，我也这么认为。塔玛拉的事我更要过问，因为她是我老朋友的孙女。那又怎么呢？你那一套我忍了很久了，再也不能容忍了。我告诉你，这是你最后一次跟我飞，你有个思想准备。安德烈同志，你认为这样能教育我？飞机就要起飞了，你破坏我情绪让我不安，这有什么好处呢？再说我有什么错？对你来讲谈不上破坏什么情绪，你这种人只会破坏别人的情绪。放规矩点，离开机组。啊，怎么样，瓦连锦，飞吗？是啊，一起飞。
能谈谈吗？向你叔叔告了我的状，这下满意了，要把我赶出剧组了。比特里把药物和食品送给地震区的灾民，比特里那里会有人帮助转交的，那儿又震过一次，山上的情况很紧急，你们必须把我们工程人员的家属伤员接上飞机，然后立即返航。幺三幺，明白了明白了。任务有些变动，比特里的情况更糟了，那里又震过一次，破坏很大，所以让我们把药物和食品交给红十字会以后就立刻返航。我们必须带上伤员、工程人员的家属，尽快返航。地方不吉利。是啊，可能会出现预想不到的情况，别指望有什么奇迹，我要求大家有高度的组织性和责任心。这么沉，难道装的是金子？小心点，全是外币。外币外币，这又不是鸡蛋。你们都说飞机来不了，可我肯定飞机会来的，他们能撇下我们不管吗？怎么会呢？最可怕的时刻已经过去了，看来不会有什么问题了。你好，伊格洛，怎么样？夜里又震过一次，一小时以后返航，你们越早离开这儿越好，我们留在这儿的人都是负责修复工作的，家属和伤员跟你们走。你和我们一起坐飞机走吧。你放心，放心吧，我会来的，会来的，等工厂一修复我就来。放心吧，要不我也会不安的。我的美人，我们就盼望你们来呀！你知道我们在这儿经历了什么了吗？你都没法想，太可怕了，真是受罪呀！妈妈，我们马上走吗？别着急，很快就起飞嘛。等加满了油，我们就起飞，是吗？抬上飞机。
怎么坐在这儿？我到处在找你，快跟我走。小心点儿，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，别害怕，别害怕。去起飞吗？情况越来越糟，别等了，跟调度员再说说吧。现在不能起飞，飞机跑道上出现了裂缝，请你们忍耐一下，我们正在想办法。能不能把伤员送进城？送进城也没用，医院昨天就被毁了，这还算安全。我担心你们不能起飞，要不派小飞机先把伤员送走。是什么响声？能有什么好事？像是有什么东西倒塌了。是城里吗？好像是城里，不过离我们这儿远着呢，跟我们没关系。支流冲下来了，会到这儿吗？有预报吗？这都不知道。1925年，泥石流冲掉了半个城市。安德烈同志，山上冲下了一股泥石流，速度很快，公路被切断了。离我们还有40公里，我们上面是个石油厂，会是个火海。看怎么样，能起飞吗？不能，我看不能起飞。我不知道，安德烈同志。我也不知道，谁知道呢？
么说可以飞了。能起飞。你们能告诉我实话吗？你们要说了，我可以去安慰别人。我们机长现在正在考虑，也许能有办法。什么考虑不考虑的？真是的，这种时候还有谁负责不负责？我们要飞了，也让大家放心，一切都会好的。马连景，得赶快把人带上山去，没有其他出路了。伤员呢？这我知道，可我们不能待在这儿束手待毙。这样吧，跑道不能起飞，留下来是等死。我看能滑行出去。这能行吗？紧靠着山顺坡滑行，可长度不够啊。行了，长度回莫斯科再讨论，全体上机。 Hey Luke, there is an airplane ready to take off. Captain, please save my wife and my children. 先等一等，先等一等，告诉我们。你妈妈在那儿。我的爸出了，妈妈，我的女儿，妈妈，妈妈，可找到你了，我的爸出了。
正常，无间电正常。准备好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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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准备好了。全体乘务员，起飞。140，180，200，220，240，260，起飞。没事，没事了。手术刀，止血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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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手术刀。见鬼，眼镜儿，缝合，好，快点，止血钳，止血钳，他下巴掉了，没掉，只是脱位，坐下，来吧，好了，没事了，哎呀，他好了，那么快。动作非得快，不然他会咬断我的手指。谢谢大夫，你知道吧？我从高处跳下来，下巴就歪了，大火又向我扑来。我是131，我们已经起飞，高度1200，发现升降舵很不正常，可能是起飞时受的损伤。我继续爬高。妈妈，我耳朵痛，我的小燕子，认真点，耳朵痛，耳朵痛，认真点，孩子，认真点。好了，别哭，安静点，小宝贝，别哭，就会好，就会好，就会好的，就会好的，我的金文会好的，马上就好了，小宝贝。二等舱里听到哨声，气温在下降。我去那儿看看好吗？笑一笑，笑一笑。去医生那儿拿把手术刀来。
们坐下，坐下，请坐在自己的座位上，大家都不要乱，同志们，请保持安静，请不要乱，同志们，请坐下，同志，请你坐在自己的座位上，请不要乱，请坐在自己的座位上，大家都请坐下，坐下，请坐下，同志们，请安静。同志，请你坐下，请坐下啊、哦！请不要乱，请不要乱，一会儿就会好的，请安静，请保持安静。安德烈同志，旅客们很慌乱，有些人喘不过气来，客舱里很冷，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什么怎么办？他妈老这样吧，给我来点咖啡。要咖啡？是咖啡。听我说，你在客舱里一定要镇静。放心去吧，马上降低高度，呼吸就会正常的。我们降到了3000，机舱失去了密封，尾部外壳板出现了裂缝，把长度查清。朝前走，孩子们，快点，快走啊！都过来，来。哎，你上哪儿去？来，都在座位上坐好。哎，快坐下。塔玛拉，这是古代名师的大提琴，非常贵重，不能受冻，要保护好，得包起来。哎，我的同行考虑一下，现在怎么办？很清楚，有这种损伤，我们飞不远，升降舵也坏了，所以我建议把密封隔板凿个洞，爬出去进入尾舱，进入气道，从那儿设法爬到裂缝口，然后想法把翘起的外隔板还原，这是制止裂缝扩大的唯一的办法。这样做很危险，但我认为能行。当然，对我们来说最困难的是排除升降舵的故障，这等修好了裂缝再进行吧。你的意见呢？理论上是可行的，可还没有人干过。既然没有别的办法，就试试。我同意。干吧，瓦雷奇。安德烈同志，干嘛派他？是我的主意，再说也是我的职责，我是机械师。干吧，瓦雷奇。他不知道怎么干法，可我知道。他要是出事的话，你要负责的。你要知道，现在不是感情用事的时候。对，我是喜欢瓦雷奇。他经验丰富，又比较沉着，所以我派他去。那你也去吧，协助瓦连锦。尊敬的旅客们，你们谁有厚的上衣或者多余的毛衣？乘务员有急用。Attention, please.Does anybody have warm clothing? A pilot. Take that seat. Just a moment. I'm sorry. Just a moment. Take it.相信我，再不会碰上倒霉事儿了，不会连着两次。
系列兵器，我去把板拴紧。你重复一遍。我去把板拴紧。要沉着。我马上减速，不过不能低于400。你要当心，别让风把你撕碎了。什么事儿了？怎么这么冷啊？啊，怎么这么冷啊？一切正常，一切正常，不会有什么的，不会有什么的。要是空气都跑光了，我们会闷死吗？你说什么空气都跑光了？你这样说，大家都会害怕的。你在干嘛？安德烈瓦西列维奇，我正想法出去加固。听着，你不要不吭声。亲爱的，随时报告你的情况，说说你的意图，我也放心，明白吗？什么吗？我不要妈妈，妈妈，我可想你了。我也想你。忍着点儿，忍着点儿，忍着点儿，不会疼，不疼，不疼。我会知道疼不疼的，要不我会把你弄疼的。哎，好了。安德烈同志，瓦连津冻僵了，手都伤到了骨头。看来不能再干了。眼睛怎么样？眼睛倒没事。安德烈同志，让我去干吧。
好吧，伊格尔，你脸上要多抹点油。我早说过一切都会好的，我碰到过车祸，在我出院的时候，我的医生对我说，你能活到100岁，你会万事如意的。那会儿我伤重极了，头盖骨碎了，脾脏割掉了，左边的腰子也碎了，得谢谢上帝缝好了。我的两只脚的骨头也断了，这边的肋骨断了4根，那边的肋骨断了6根。我求求你，后来我求求你，亲爱的，别讲下去了，闭上嘴巴。我知道，我什么都清楚。我们现在开始修理升降舵，机械师要钻入尾翼的前端，再往上爬，设法从那儿取出外来物。可以逃上山的，带着大提琴怎么样，伊戈尔？我能够到抓钩，我想把人套上他。一切正常，升降舵呢？正常。啊，疼吗？你别为我担心，我想大概肋骨断了。安静点，安静点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安静点，安静点。131，机腹无法降落，正前方200公里有暴雨，正向北移动。我们有个备用方案，裂缝现在怎么样了？我认为飞机下降和着陆的时候不增加负荷的话，裂缝不会扩大。我们想飞到莫斯科，准备在我们自己的飞机场上降落。气象预报怎么样？但愿别碰上强气流，要不我们的机尾就麻烦了。莫斯科准备接收，可是暴风雨比预报的来得早。再联系列宁格勒。哦，飞不到列宁格勒，请莫斯科接收我们。当时进医学院学习，现在就不用在天上飞了。我是医学院毕业的，可也在飞。人的命运是不由你自己摆布的。是131131，裂缝又在扩大，有暴雨强气流，我继续下降。他妈的，你快到前面客舱里去。我不能离开。我跟你说，到前面客舱里去，这是机长的命令。会摔死吗？怎么会呢？
不会。说他慢了，把炸人的东西拿掉。他慢了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please fasten your safety belts. 现在，请你们大家把安全带系紧，请把身上扎人的东西都取下来。Put away all sharp things. Remove your glasses and neckties. 请把头弯向膝盖，用毛毯包起来。就这样，用手抱住头。机场上空有暴雨，我们机上的反逆装置无法开动，我们试图降落。反逆装置无法开动，那怎么办？尾部脱落怎么办？醒一醒，请醒一醒。注意，我们过了，进去导航台，准备消防车。
救了。怎么样？我早就说过了，我们一切都会好的，可你们都不相信。只有我一个人知道，一切都会好的。只有我一个人知道，一切都会好的。我们一个人知道，我们就了。没什么，没什么，没什么，你就过去了。没什么，没什么，你就过去了。救了，救了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我活了，活了，我活了，活了，我活了，我活了，活了。他骂了，他骂了，你这是逆反心理。现在该高兴了，你倒反而哭了。走开，你永远别碰我，我恨透你了。你疯了？要疯了也得怪你。我希望和你在一起，可你背叛了我，让我感到自卑。一个小时以前你可不是这样的。我本来以为我们会死的，要是那样的话，请原谅我，原谅我没有死。安德烈，安德烈，我可是等急了。嗯，怎么样？这次飞得怎么样？正常。那为什么耽搁了？比特里那地方天气不好，不能起飞。哦，请给我倒杯白兰地。嗯。怎么样，教授同志？还不到取下马掌的时候吧？安德烈同志，你暂时别飞了。从心电图看，你的心脏不能负担过重。我绝不罢休，我要控告那些无能的医生，想活埋健壮如牛的人。谁要活埋你？他们了解你会给你安排。我不需要。安德烈，他们了解我。你不要，他们去当任命部长委员会的委员吧。听着，很多人都是在地面会给我安排什么工作？会给你安排工作的。安德烈，你别激动。算了吧，安妮达，你说的这些话我跟人说个上千次了。算了吧。嗯，任何工作我都不需要，我需要飞。我很健康，你懂吗？我很健康。安德烈，安德烈，你别激动，别激动啊！你怎么了？啊！你们好啊，亲爱的。瞧，气色多好，比我们还年轻。是啊，安德烈同志，疗养对你很有好处啊。你看他脸色多红润啊。安德烈叔叔，我真想你啊。我现在已经没什么了，慢慢习惯了，我也想通了。跳啊跳啊，要求对自己特殊照顾，这也太愚蠢太自私了。走吧走吧走吧，小宝贝儿。好，万莲姐，你小心点。万莲姐，没关系，让孩子也习惯习惯，飞行员的外孙女嘛。有些比我强的飞行员都退下来了。是啊，我不是第一个退下来，也不是最后一个，流浪生活结束。安德烈同志，有个新闻，明天我要登记结婚。嗯，不过也可能还会变。随你的便，他会幸福的。我们给塔玛拉找个更好的新郎，伊果这种人不会很快安分的，当心你还得受10年折磨。我才不会呢。这么说要结婚了？
是该结婚了。机长，嗯，我带来了。不久啊，走走。啦啦啦啦啦啦啦！真是太美了。安德烈同志，祝你健康，一切都会好的，都会好的。来，干杯！哎，干杯！哎。爸爸挺结实。鲜红鲜红的。是啊，春天来了，一切都会好的。乘务员，欢迎大家乘坐我们的飞机。